一名南亚裔男外卖员星期三下午12点几在塘尾道儿童游乐场一带送外卖的时候，怀疑被一架银色货 van 的车门打倒，弹到去路中间，再被另外一架蓝色货 van 撞倒，外卖员倒地昏迷，由救护车送院治理。两个货 van 司机协助警员调查，蓝色货 van 的司机就说，事发的时候外卖员先是撞到他的车头，他即时刹停货 van， 没有剪过事主。